太阳即将出来，看到日出。哦，太阳，这边就是佛光山最佳日出观景点啊，就在这边，看太阳就冒出来。啊，太阳冒出来好快。冒出来的时间将近六点。我们这边等整个太阳冒出山头，现在你看到的这个是大武山中央山脉的南端啊，它冒出来的很快。已经出来了差不多2%。如果你们想来这边看日出啊，就是在佛光山新田里这边啊，最佳日出观察地点、观看地点，哦，整个已经冒出来了，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漂亮。啊，这整个冒出来，佛光啊，佛光普照。啊，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全景啊，观照地点啊，这边是佛光山啊，你可以看到大雄宝殿，还有藏经阁啊，斜江桥就在藏经阁的正前方啊，在这里啊，这是藏经阁跟斜江桥啊，那这边呢，就是。这一个新田里马祖眼这里啊，好，那可以再往这边左边看，这边就是啊大佛啊，这新的大佛，做的大佛，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的山林。等一下要来爬这边啊，这就是观景台站的地方。好，好，太阳已经完全爬出山头。这边你可以看到高平溪，那这个太阳映照在高平溪上面，就在底下这里，啊，闪闪发光。啊，这个是另外一尊佛。好，就跟我们采访到这边。